喝点热水，谢谢。出院了啊，好些了吗？嗯，好了，没啥事儿，就是当时呢一着急犯病。有病呢，还是要治疗啊，注意身体。是的，张书记，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过来找你。凭什么不应该？说心里话。 我还等着你来找我呢。等我？那是啊，你受了处分，你不能不声不响的躲起来吧？你总得跟我聊聊，心里怎么想的，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心里得有个数啊。哎，郑书记啊，嗯，这几天我在医院，我真的是好好的反思了一下，我的毛病呢，主要是。 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从一开始被免职啊，我就对沈腾跟曹延秋有怨气，我就想不通。再加上那李学珍看不过去，替我打抱不平，所以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 我这么做呢，的确是有愧组织，有愧于大别山红色老区的父老乡亲。傅瑞呀，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确是需要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反思的。目的就一个，将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其实我以为啊。 勇敢二字很重要，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的改正错误，勇敢的继续前进。明白。这本来啊，给我宣布处分的时候，我是从头凉到了脚。<笑>我一想，就完蛋了，我政治前途一片灰暗。可我真没想到。 沈县长跟曹镇长能到医院来看我，而且还记得我的生日，还给我送毛笔信儿。是啊，你思想通了，我就很高兴。怎么样，毛笔信还暖和吗？郑书记，跟您商量个事儿。你说，我听说红色旅游路线策划审批已经通过了，是不是马上就动工了？那个，哎，你喝点水，是不是水凉了？我再……不用不用，郑书记。是这样。 这个蒋总他们已经在准备工程上的事儿，我能不能到工地上去干？你看，一来吧，我是最早参与这个合同签订的，我对这个工程有感情；第二呢，我当过兵，我懂工程，我要到工地干，一定能发挥我的作用。嗯，我同意，我支持。你呢，是大别山的儿子，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 让父老乡亲，啊，早一点过上好日子，责无旁贷。我向县委常委和建议，你去工地工作，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郑书记，我一定好好干。郑书记的话给了徐福瑞巨大的鼓励，他深深的意识到，作为大别山的儿子，自己必须马上披挂上阵，投入到振兴乡村的战场上。 瞧，好家伙，照片都给摆上了。这可是厂长办公室，好吗？对呀，就因为是厂长办公室，所以才要摆上照片的。哎呀，吴思，你不用理他，他现在就认定李敢峰就是厂长了。姐，这可不一定啊。我爸现在声望也挺高的，就是最后到底谁能胜出，可真说不好。你爸声望高，我肯定承认啊。想当年在吴家村的时候，那叔叔可是村里的主心骨吧。 大事小事都得他来决定。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
茶厂呢是现代企业，需要的是李敢峰这样学管理的年轻人来领导，这样企业才有前途呀。无私，让你选，你选谁？我真不知道。那你现在想一下，想完告诉我嘛。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了，那你知道吗？我问你，周静，你会选谁？要让我选的话。 那我也选李敢峰，真不就完了吗？哎，我跟你们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俩得帮我做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拉票。你们去给村里人送工作，为李敢峰争取更多的选票。这个不行，我现在不投我爸已经挺过分的了。这我要是再去帮李敢峰拉票，哎，仅仅让我回家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呀？这可是厂长选举，又不是家里的事儿。 你选谁？是要站在全场职工的角度看问题，那就是李敢峰最合适。徐哥，哎，门没锁，进来。哎呀，我说你啊，你没事关什么手机呀？你到处找你，说你请假了你。我这收拾鸡窝呢。你赶紧出来，来来来，马上啊。 这怎么开？这个快点快！来，建民，建民，干嘛呀？大伙全都闹腾开了。闹腾什么？选厂长的事儿啊！现在大家全在议论，到底选谁当厂长？那还用选吗？那肯定是吴永新呗，长个脑袋的人都能明白。吴永新当厂长那是最合适的，威望高。 考察技术又好，关键还是曹镇长亲自去市里把他给请回来。不选他选谁呀？选李敢峰啊？整天走道跟个公鸡似的，还惦着脚尖儿，那茶厂交给他，那不就完蛋了吗？你也不能那么说，人家李敢峰也很有实力，年轻人都支持他。哎呀，其实吧，我刚才也琢磨来着，叫我把这票投给谁呢？那就看他怎么对咱们哥俩。如果对咱们有利，咱们就把票投给他。 很现实啊，但是很有道理。怎么算有利呢？你看啊，咱俩不是想干销售吗？谁能让咱俩进销售部，咱们就选谁当厂长；不同意的那一位，咱们就不把票给他。妥，就这么办。那怎么算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哎呀，啊，怎么了？你鼻子下边是什么？嘴啊。对呀，不会问呢。 咱们不提选票的事儿，咱们就问，哎，对我们进销售部是什么态度？走，动嘴去。哎，这就对了嘛。永信，嗯，选厂长的事儿你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呀？周静说了，他要选李敢峰。他敢。 你跟静静说不准选他，要选我呀，要不然我回来干嘛呀？我回来就是为了当厂长啊，是不是啊？是，那我知道。但是如果人家真选李敢峰的话，那你就配合人家一下呗。配合什么呀？那李敢峰他懂杀青吗？懂拉老火吗？他什么都不懂，他凭什么呀？啊！哎呦，你瞧瞧你，别激动，你先坐下。哎呀，我跟你说，哎，你坐下吧，坐下。咱说好了啊。 真要是人家选李敢峰，你不许闹情绪。哎呀，我不想听你说话，你去忙吧，你走吧啊。好，走吧。饭在锅里，中午你自个儿吃吧。好。来来，吃着吃着，哎嘿，你那，哎，没完没了的，你到底怎么想的？说句痛快话。 没怎么想啊，巡长，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我就那么个性格，我固执，我容易感情用事，所以我经常容易犯错误。我这性格，我要认定的事儿，你就是石头老牛，你也拉不回来。所以我这个人不适合于在政府部门工作，我还适合养鸡。哎，巡长，巡长。
你听我说，听我说。前两天呢，郑处这找我谈话了，让我好好劝劝你。大概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齐振，你跟我一块儿去金刚台工地，怎么说你也是学建筑的，那儿有你的事儿。你想想，懂了吗？算了算了，我已经心灰意冷了，我哪儿都不想去。以前呢，觉得在政府部门工作挺风光的，上下班也挺体面的。 当一个小领导，工资也稳定，关键是还有盼头。从办事员，到副科、正科、副处、正处，一直慢慢往上升，只要你不犯错误，肯定能升到你满意的位置。那家人也跟着沾光啊。现在呢，我现在有啥盼头？没什么盼头。我现在就是养鸡，没什么盼头。来来来来，吃啊吃啊吃吃，都吃了啊，吃了吃了吃了，好好下蛋。徐振。 哎，喝茶，喝茶。徐振，徐振，徐振，你听我说，你摔什么盆子呀你啊？徐振啊，听老哥哥说一句话行不行啊？这个人呐，他无论到什么时候，你总得往前走，是不是啊？徐镇长，我都五十了，快五十了。五十怎么了？我还往哪儿走啊？前走，前面是什么呀？什么方向啊？五十了，白干了，这半辈子算白干。 永新大哥，啊，你这电动车怎么了？我这个电动车充不上电了。哎呀，永新哥，你起来交给我吧。你会吗？我怎么不会啊？你以后这种事儿啊，你打个电话，随叫随到，不用你这亲自忙。你看这，哎，你们俩来有什么事儿啊？啊，哎啊。 我们俩给你送两瓶酒，哎，好酒啊！又不是逢年过节的，送什么酒啊？职工孝敬厂长，这不应该的吗？什么厂长啊？谁是厂长啊？我现在就是提名。哎呀，那选举就是走个过场，谁心里不跟个明镜似的？那厂长肯定是你的。就是。你们俩也不要乱说话啊！我听说了，那个李敢峰。 他的呼声也很高啊，呼声是呼声，那都是一些小丫头、小小子，他们在那儿起哄呢。那真要是仔细想想，那还得是你永兴哥领导着我们一起创业，这事儿错不了。你们这个说法呢，也有道理。哎，永兴哥，我们哥俩呢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说吧，什么事儿？你看啊，这厂子呢不是要重新开业了吗？我们哥俩就琢磨呢，你说我们俩干点什么呢？ 制茶吧，我们俩这手艺不行；种茶吧，我们俩还有点懒。但是我们俩也有一个优势，是别人所不能比拟的。用老一辈话讲，脑子好使，聪明，智商高。啊，哎，谁说你俩聪明，智商高？谁说的？哎，我打在我妈肚里怀着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夸我。电动车我都会修。 哎，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俩呢打算进销售部，卖茶。哎，跟这个批发商、中间商打交道，那是我们的强项。咱们原来在山上的时候，那大伙炒了茶，那都是我们给送过去的。镇上的、县上的那些搞茶叶经销的，我们基本上都熟。哎，所以你考虑考虑我们呗。但是这个事情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他得需要厂里大家开会讨论决定啊。是，那我跟建民啊。 也就是看看您是什么态度，您要是同意了，那不就好说了？我同意，我没有问题。那妥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就选你当厂长。哎，建民啊，就是表个态啊。那个什么，永兴哥，我看了你这车呀，没什么大毛病，回头把电瓶一换就好了啊。那咱走吧。行，哎，回来回来，酒酒酒酒，哎，不要不要，不行不行，那必须得拿点。永兴哥，拿回去。瞧瞧永兴哥这品格。 李敢峰能比吗？哥就是厂长，厂长就是哥。回去吧，走了，哥。啊，走了啊！哎，走了，哥。走了。茶厂搞得怎么样了？正在筹划重新开张的事儿，管理层的人选呢，我们还是比较慎重的。正在组织投票选举。 我们还是要尊重大家的选择。哎，徐福瑞啊，跟
跟正书记提出来，要安排工作。真的？嗯。那他打算去哪儿工作呀？到红色旅游路线的工地上工作。当年啊，恒天集团的开发合同就是他牵头做的，所以他肯定有感情。再加上呢，他在部队搞过土木工程对口。我看。 是您送的小毛被新起作用了。工程马上就要开始了，郑书记要求我们督促进度，严把质量关。放心吧，现在这是我们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哎，该我了啊！等会儿，我倒倒牌啊！别着急，别着急，该我了。我是，哎，你松手，队长。 嘿，儿子，把这面吃了啊！行，你放那，待会儿吃。哎，出！赶紧！出呀！哎呀，儿子，你是真用心了，现在就学制茶了。哎呀，这个厂长是非你莫属啊！哎呀妈！ 不是为了当厂长，我是为了多学点东西。你要说这个制茶吧，其实我也不陌生。那原来咱家在山上住的时候，那你们在那儿炒茶，我就在旁边看。哎，我那会儿才这么大，那我也算是从小看到大的。但是现在这个炒茶技术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还是多学点东西才行。行，儿子，那你快点学吧，我不打扰你了。那这面你得趁热吃了啊。行，你先放着吧。 换一张，我凭什么换一张？一群人玩赖呀！该我了，知道是你的，你等会儿。哎，你啊，别玩了，别吵，别吵。赶风在上边学习呢，松紧点，松紧点啊！不是哥，他学他的，我们玩我们的，这不耽误啊。他在学习，你们在这儿一吵吵，他影响他吗？哎，不是。 赶风在楼上，他学什么的？他，哎，我告诉你们啊，学习咱们当厂长。哎，你看，我就说赶不上这小子用心吧，这厂长肯定能当上。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当厂长不是得投票决定吗？那我问你，那投票你投谁？那还用说吗？这我指定投赶风啊，思远哥都在里面偷着钱呢。嘿嘿嘿嘿。 刚才辉娘厨房那几个服务员，什么小薇、周静、吴思，都在村里边给赶风拉票呢，劝很多人给赶风投票。对了，我告诉你啊，有咱们这些人，再加上拥护赶风当厂长的那帮小伙子，我儿子，这个厂长肯定能当上。那肯定当定了。嗯，哎呀，他要是当上了厂长。 你们俩，就去厂里干销售。这干销售，你扯个官儿当当啊？就是啊，不明白了吧？干销售，卖茶叶比炒茶叶赚钱。懂了，妥了，咱们啊就去干销售，卖茶叶去。哎，你小子聪明，这事靠谱。明白了吧？当我们未来厂长说，收来，对。 林仙叔这娘们，把酒藏哪儿去了？这是。哎呀，这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吓我一跳。哎呀，挺有闲情逸致啊！啊，小酒喝着，电视看着。 那我不喝酒干什么呀？茶厂现在还没开业呢，你让我去当清洁工啊？啊，你就不能想想选厂长的事儿啊？怎么了？我刚才路过李思远家民宿，我看见李思远、李广忠他们几个人在那商量，要选李赶风当厂长。哎呀，这可太正常了。李思远是李赶风的爹，爹不选自己儿子，那还叫爹吗？
正常。我还听说昏阳厨房那些人，什么吴轩、小薇，还有茶厂的吴思那几个人，也要选李敢峰。就连周静，都跟着凑热闹要选李敢峰，而且他们还在村子里边游说拉票。哦，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形势还不太妙啊。就是啊，你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很有可能永兴哥就选不上了，那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咱们俩呀。你回头只能到车间干活去了。不行，为了咱们俩能干上销售，必须帮永兴哥一把。就不知道怎么帮呢。要不咱也帮永兴哥拉票呗。行啊，哎，咱们先去找杜老汉还有刘康，然后咱们也到村委会一个一个跟他们说呗。你那多笨呐，你得想绝招。那能有什么绝招啊？来，老乡们，乡亲们都过来啊！过来，这边都过来啊！来看介绍，发瓜子啊，不白看啊！来，这个看看，这是选的是谁？吴永新吧？支持的时候选谁？吴永新，选吴永新吧。吴永新，来给你，这是吴永新啊，来给你，来，选谁？选吴永新啊，都选吴永新啊！李书记。干嘛呢？你们俩这是？这不是选厂长的吗？我们哥俩给永兴哥造个势。不是，你们俩这么大声音影响别人休息啊？刘康大哥，我们又没对着人家窗户在那儿喊，我们特意跑到这边的小广场来啊，跟那个跳广场舞的大妈音量都差不多。一会儿天黑我们就收了。对，来，哎，那介绍看不看？啊，发一包瓜子儿。行啊，瓜子儿啊，你自己留着嗑。我跟你们说，这可是违规拉票，赶紧散了啊！好，走了。哎，到了啊！拜拜，李书记，拜拜，刘光大哥。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贵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大别山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1期工程今天正式动工。为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各级领导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恒天集团更是不负众望，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的前期规划和后期的勘测工作，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开工。今天是个好日子，就让我们在这愉快的日子里来共同祝贺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1期工程顺利开工。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郑家华郑书记讲话。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他说的对，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我们正阳县山美水美，美丽的景色是绿色资源，我们正阳县呢又是红色摇篮，无数的先烈和前辈为了我们国家流血牺牲，它是红色资源，绿色资源加上红色资源，它就是我们正阳的大资源。有了这样的大资源，它必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这条路线的开通，必定会引来大量的游客，他们来了之后啊，我们深山的百姓也一定会富起来，也一定会让我们乡村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好，预祝工程如期完成，给我们正阳县的老百姓带来真正的高质量的好生活。好，谢谢。感谢郑书记的激情演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于恒天集团的董事长蒋树增先生宣布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工程正式开工。感谢各位领导，感谢各界的朋友，
能够投身到正阳县火热的乡村建设中，我感觉到意义非凡，无上光荣。在这里呢，我们不仅投入了资金，还投入了对大别山红色革命老区的一份热情。这份热情将保证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现在，我宣布，大别山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第一期工程正式开工。老徐，这段路一定要抓紧，绝对不能拖工期，不然会影响后面的工程进度。你放心吧，沈院长，这是我的专业，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下山住工棚，我盯的就是进度。住工棚啊？那得注意保暖，注意安全。没问题，特别是工期紧的时候。明白了。哎，李学珍怎么没见着啊？学珍啊，我去叫他了，可是他不肯来。他这个人呢，我也没办法，他说他心灰意冷，准备辞职不干了。我记得李学珍是学工程出身，这正是他的用武之地啊，不来可惜了。哎，人各有志，这种事儿呢，我也没法强求他。小曹，嗯，去吧。学真这个人啊，就是太轴，什么事儿都往心里去。你怎么过来了？鹏建集团聘请我做他们红色博物馆的策划，我就跟着过来了，顺便来看看你。最近好吗？挺好的，一如既往的忙，你都看到了。对了，听说你们还办了个茶厂啊？村办的扶贫企业，村民集资办的。我正好要去那边办事儿，我带你去茶园看看。好。茶园可真漂亮呀。是，到了春天更漂亮。一片新绿，蓝天白云，真的是诗情画意。你们可真是大手笔啊，这么大的茶园茶厂一下子就都给买下来了。那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县里拨了100万的扶贫资金，再加上村民们集资入股，很快就爬起来了。你看啊，有茶厂，还有红色旅游路线，明年镇上的乡亲们可有的赚了。我这次来呢，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妈她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是他们医院的护士长。那挺好的呀，怎么样，人漂不漂亮啊？漂亮倒是挺漂亮的，苏州人，家在南京。挺好的，理想的结婚对象。我妈说了，要是没意见的话呢，下个月就要举行婚礼。我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她催得还挺紧的。我觉得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如果姑娘不错呢，对你又好，那就赶紧把婚结了吧，毕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和她一个意见啊？对呀，遇到合适的干嘛不抓紧办啊？不是，你就没有一丁点的遗憾和惋惜吗？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我说惋惜还有遗憾，肯定是会有一点，但我这个人就这样，不是我的我不会争的，我也没办法。干嘛啊？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提前预祝你幸福。可以带你的新娘子到我们这来玩啊，红色旅游路线你也出了不少力。哎，你看看这茶园多漂亮，你们拍婚纱照可以到这儿来。场地的租金我就不收你的了，够意思吧？在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的工地上，徐福瑞带着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工作。这位工程兵出身的老战士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随着工程进度的压力，徐福瑞索性搬着铺盖卷住到了工棚里，没日没夜地处理着工地上的各种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工程出现了问题。由于道路的狭窄，大型工程车开不上去，工人只能进行手工挖掘，这将大大影响工程的进度。徐福瑞只能向镇政府申请援助。哎喂，小赵啊，那个有个事儿跟你沟通一下，我们这儿呢前面有一段路啊，必须得人工挖，铲车上不去。对对对，能不能帮忙，帮我组织点人力，啊？对对，越多越好呗。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啊！好好好，这条路线的开通。必定会引来大量的游客，他们来了之后啊，我们深山的百姓也一定会富了起来，也一定会让我们乡村经济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好好好，预祝工程如期完成，给我们正阳县的老百姓带来真正的高质量的好生活。好好，感谢政府。哎，躲开，躲开，躲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于恒天集团的董事长蒋树增先生宣布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工程正式开工。感谢各位领导，感谢各界的朋友，能够投身到正阳县火热的乡村建设中，我感觉到意义非凡，无上光荣。在这里呢，我们不仅投入了资金，还投入了对大别山红色革命老区的一份热情。这份热情，哎，这个进度还得往前抢。老徐，这不抢根本完成不了。老徐，对吧？这沈县长，你怎么来了？是啊，来看你。那咱快去工棚，喝口水。好，好，来来来来来。哎，对吧，对吧？对。来，沈县长。好。你快坐。好。天冷了，我给你倒杯水。啊，好嘞，好嘞。老徐啊，工程进度怎么样了？还可以，有困难就克服呗。沈县长，就像您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来，您客气。哎呀，天天住在山上，
身体吃得消吗？没问题，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只要有活干，心里就踏实。上次啊，看你用玻璃杯喝水，天气凉了，多喝点热水。我给你带了一个保温杯，用它喝水。沈县长，上次您送我的毛背心，我一直穿在身上的，这次你又送我，啥也不说了，坚决完成任务。老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接个电话，马上通知工程师，我们开个会。哎，喂，老公，你干嘛呢？我在工地上呢，什么指示？啊，我今天会去县里，我去看看你啊，然后晚上咱们一起吃饭，行吗？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跟我吃饭了？今天周末啊，我一会儿就没什么事儿了。刚好我可以过去给你送点换洗的衣服啊。啊，行，那我早点回去。好，说好了啊，不许放我鸽子啊。好嘞，晚上见。拜拜。肖总，按照您的吩咐，鲜花、生日蛋糕都给您准备好了。谢谢小华，放这儿吧。啊，我下午带走。那我也先提前祝肖总生日快乐。谢谢啦。喂，爸，我得跟您请个假。今天星期五，我想去正阳看看沈彤。丫丫呢？麻烦您帮我去接一下啊！我周日下午就回来了。好，谢谢爸爸，谢谢。好，拜拜。爸，这次你选上当厂长，我特别高兴。但我心里还是觉得李赶风更适合。静静啊，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不是，我就是觉得李赶峰的工作能力很强，而且他很敏锐。你看他是学管理的，他也懂管理。我也懂管理啊。您什么时候懂管理了？你看以前村里的事儿吧，我就管。后来我进城当包工头了，我这管好几十号人呢。哎呀，爸，那包工头哪叫管理啊？那也是一种管理啊。好了好了。你瞧瞧今天大喜的日子，你们爷儿俩吵吵什么呀？我看这种搭配挺好的。你看啊，你爸呢有经验，赶风呢有闯劲儿，所以这种搭配特别好。那人家曹镇长和李书记这种建议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来吧，先祝贺你爸爸荣升厂长。谢谢谢谢，干杯。哎呀，真是不敢想啊！这几个月前啊，你爸还东躲西藏的，回了家，睡觉都不敢脱衣服。现在终于堂堂正正的当上厂长了，风风光光的站在舞台上接受大家的祝福。哎呦，真是不敢想，我生怕这是做梦呢。哪一天一睁眼睛发现这都不是真的。来，妈，我掐你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做梦？疼吗？疼。傻老婆，这是真的，是真的。咱们家现在所有的一切啊，还是要感谢沈县长和曹镇长，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们对我们的好。是。来第二杯。好，来。现在咱们家呀，就剩下一件大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就是静静的终身大事。哎呦，妈，你这事儿你不能催我，这得顺其自然是吧，爸？不催，慢慢找。就是，妈不是催你，妈就是想让你找一个好归宿，像你爸这样的。那哪能是我说找就能找着的呀？那不得随缘，那得碰嘛，是吧，爸？爸不能催我。不催。
哎，刘英和嫂子。哎，你们俩来了。哦，吃饭呢。啊，一块。对呀，一起来吧。哎，别，不用。行，你坐下，你坐下。饭就不吃了，我们俩吃过了。我俩是特意来道喜来了。哎，祝贺永兴哥当选厂长啊！今后呢，我们哥俩一定好好干。哥就是我们的领头羊，哥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哥就是我们的父母官。什么父母官？厂长不是父母官，懂不懂？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什么，永兴哥，这两瓶酒啊，上次您没收下，今天必须要收下啊，就当是作为厂子职工对你表达的一种心意吧。哎，对对对。哎，你们哥俩心意领了，酒拿回去。不是嫂子，你这要是还不收，那就是瞧不起我们哥俩。我们俩也就是表达一下这个心意，就是嘛。然后还有就是上次啊，我俩跟你说那个事儿，别忘了啊。啊，那行，嫂子你们吃。啊，那我们走了啊，先走了，拜拜拜拜。哎，他们找你什么事儿啊？啊，他们两个想到厂子里去当销售员。哦，那你答应了？对啊，答应了。但是我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啊，这个需要厂子里面集体开会讨论以后才能决定的。对，这种事情还是得跟人家赶风商量一下，是吧？嗯，而且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啊，得多向曹镇长和李书记请教。好好好好，知道了。你这个人呐，就是太爱操心了啊！吃饭了。好，吃饭。山的翠，水流浪，水